嘛呢？这是。顺风没你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他呀。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我丢500块钱，他捡着了，他编个故事，他不想给我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我真没拿你的钱，我这……你别说话。哎，你不是我的妹妹吗？谁呀？谁是你的妹妹呀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钱顺风哥哥呀。我怎么不记着我有你这么个哥呀？我问你，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王青山啊？是不是个卖楼的啊？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啊？你听听，死人活人的钱人家家全挣了。妹妹，我要承包你父亲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。你父亲他暂时还没答应，我还见了你一面呢，你看这缘分不？你看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妹妹。那是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哥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丢500块钱，他捡着了不给我。不是，顺风，你认识他最好了。你先别说话。他不是，我没捡他钱。妹妹，你丢了多少钱？500。你这是多少钱？500啊。对上了。怎么对上了？我问你，你这500块钱哪来的？哪来的？我特意捡来的。人家丢了500块钱，你特意捡了500块钱，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还没拿到，怎么给他呢？人家的钱、啊，怎么给他？那是人家的钱，不是的钱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姑爷，你说这差劲，来，你俩往这一站，你让大伙看看，就这长相，我们忽略长相。为什么要忽略？我们看内在。你很正啊，你再看看你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亏心不亏心？你哥、哎、还得是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说话。不是，你站这儿，你待着。妹妹 啊，你回家以后啊，跟你的父亲王总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儿。哎呀哥，哎，你放心吧、哦、那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、啊、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，对不 对，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呢、啊、你正啊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不是，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算数吗？哎呀妈呀哥、啊、到时候我鞋啪一踢，我咔往地下一撂，我满嘴啪啪啪一顿吐沫子，我爸他啥不答应我呀。不是，你要抽风啊。事儿给你办明白。行了，快说，挣下去。再见，妹妹。不是，哎，你别走，这钱不是你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个人。